本栏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、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、AirPass 今日轩项目联合冠名播出。澳洲税务局副局长迈克尔·克兰斯顿的儿子因涉嫌参与1.6亿元的诈骗集团被捕。昨天，警方开展突袭行动，亚当·克兰斯顿在高档海滨城区的一栋公寓里被捕，被指控和他人共谋诈骗。